减肥的小伙伴不要错过这款 Cybo， 三五分钟就可以搞定。找一个搅拌器，一根半冻香蕉切块，四五个冻草莓切块，香蕉记得先去皮再冷冻，再加上冷冻过的树莓和蓝莓，在网上就可以买到这种现成的巴西莓粉，加两勺，再加少许牛奶开始搅拌，打成这种冰淇淋的质感。减肥的时候再想吃冰淇淋，就可以用它代替。最后摆上自己喜欢吃的水果和坚果，这一份健康又美味的 Cybo 巴西莓碗就搞定了。早餐的话再加两片全麦吐司，希望在夏天来临之际大家都吃出一个好身材。时间没这么赶，好好吃早餐。我是四月，来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不用油炸，外酥内软，非常好吃，不到300大卡的脆皮土豆泥。来一锅热水，土豆切块下锅煮软后捞出碾成泥，用盐零卡糖调味，再加入脱脂牛奶翻拌均匀。和匀的土豆泥不能太稀，要像我一样，来一点面包糠裹成黄金土豆，一个土豆泥大概用了15颗面包糠，热量也不会太有负担，送入烤箱200度15分钟，给土豆上面划上一刀，打开它的脑壳，挤入无糖酸奶，喜欢吃的水果和蔬菜，酥脆的外壳，咸甜奶香的内心，配上酸甜的水果，简单的食材变化出有趣的美味。时间没这么赶，做好每一餐。我是四月，来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来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其貌不扬的牛肉炒饭，减肥也能吃，味道绝对没得说。大蒜末洋葱炒香，牛肉炒至变色，再来一点卷心菜，下入糙米饭，低卡蒜蓉酱，低卡照烧酱，黑胡椒增香，喜欢吃辣的加一点辣椒酱，帅气颠锅翻炒均匀，这时候已经香气扑鼻，再来一颗灵魂温泉蛋，白芝麻。时间没这么赶，做好每一餐。我是四月，来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想吃披萨怕长胖，四月教你做减肥也能吃的两款披萨。新鲜花菜放在搅拌器打碎，两个披萨用了1公斤花菜，放到微波炉高火叮5分钟。准备一块纱布，放入叮过的花菜，挤出水分，挤得越干越好。在挤干的花菜中加入百里香、盐、黑胡椒、大蒜粉，两颗长得好看的鸡蛋，混合均匀，转入烤盘，摊成饼底，送入烤箱200度15到18分钟，非常完美的花菜饼底就完成了。很柔软，可以代替传统的面粉披萨饼底，涂上低卡番茄酱，适量的马苏里拉芝士，新鲜的罗勒叶，减脂版玛格丽特披萨完成。另一个饼底上涂上低卡奶油酱、马苏里拉芝士、新鲜蘑菇片、洋葱碎，适量的牛肉卷，再次送入烤箱晾在等待。在牛肉披萨上安慰性的撒上几根芝麻菜，怕长胖嘴馋的小伙伴一定要尝一下。时间没这么赶，做好每一餐。我是四月，来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减肥的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款南瓜水果碗，解馋又没压力。南瓜是在减肥期间非常好的食材，普通南瓜去瓤切块，水开了之后蒸15分钟就可以蒸熟，去皮加到容器中，这次我大概用了200克，加入150毫升无糖酸奶，开始搅拌，南瓜糊制作完成。找一个好看的容器，倒入南瓜糊，接下来就是最简单的组装部分，还是大家的老朋友，水果和燕麦，可以吃凉的小伙伴，冷藏之后风味更佳。最后再来一杯加燃饮品，减肥并不难，赶紧学起来。时间没这么赶，做好每一餐。我是四月，
来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Stay with me.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Quand je dors toute seule, je me dis Dieu, ce serait bon de partager mon lit avec un garçon. Quand je partage mon lit avec un garçon, je me dis dormir toute seule, Dieu, ce serait bon.来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比无忧鸡米花更低卡的减脂版炸巴沙鱼，今天它来了。准备一片巴沙鱼，顺着鱼肉纹路改刀切断，这样鱼肉不会容易断裂。准备馋哭小胖三件套，先裹一层蛋液，再裹一层淀粉，再来一遍蛋液，最后裹上面包糠。巴沙鱼是比鸡胸肉更低卡的食材，但鱼肉肉质比较松散，出水量也比较大，这样的做法外脆里嫩，也锁住了鱼肉的水分。烤箱200度15分钟，手残党也能做的无油炸巴沙鱼搞定，配上低卡蛋黄酱，低卡番茄酱，不要太灵光。时间没这么赶，做好每一餐。我是四月，来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